肖战有多惨，看了这个视频你就明白了。在跨年倒数时，盖周岩对肖战说了一句话。他对肖战说加油，林海同样也说了加油。在跨年倒数这个时间，所有人对肖战不是脱口而出新年快乐，而是加油。再看看去年的跨年倒数，大家除了喜悦还是喜悦，除了新年快乐还是新年快乐。还有今年杨紫在她上台前的多次鼓励，整个娱乐圈都知道她在2020年有多难。肖战新年快乐。